贴脸传纸，简单化成员猜谁，分享最近歌单，自己曾经比较损的恶作剧，旅行中碰到奇怪的事。我好想画画。你想画画？一也可以，先画完再贴嘛，不是？可以吗？有纸吗？你得问后台。哦、没有纸，那我去拿一下。我去找一找，你们说一下声助哈。好。哦，那我先说一下声助。这么快？哦，没有。声助，第一个 ID 是骚灵酱，在吗？在吗？不在吗？不在啊。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虽然你的 ID 其实你说这是你搞错的 ID， 先帮忙找一下。好，帮忙找，帮忙找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的 ID 一样，就是有那个飞子能够越飞越高，越来越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、第二个 ID 是俊俊俊俊，还没上厕所哈。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现在看到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，希望你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。对电脑少一点，就是注意辐射，然后多养点绿植，爱护身体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、我们画画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吗？或者我们可以先打开看一下，就是他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哦，对哦、还没有开开 MC 话题呢。姐，哦，画出一位成员，让其他成员猜是谁。请叫我道具小天使。我是我们这嘎达管道具的。那简单画出一位成员，让其他成员猜是谁。哇。那你应该拿黑色马克笔，我觉得这个笔它不限。你去拿。去。要求这么多，那我们先开始画吧，怎么样？嗯，可以。还是我们先玩一下贴那个。我们先画吧，画。好，先画。那我先画画看。好，可以。你们猜哈。能猜几次呢？那你要画得认真一点，这取决于你会不会失去一个朋友。这个头发应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来聊，这不是大部分人都长这样吗？对，我也想说，就是个人好像都长这样。他眼珠子，他们都看得见吗？可以瞄一下。看不见，给你瞄一下。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我觉得你们猜得出来。我知道是谁。我也知道是谁。一看你就知道是谁。对啊。嘿嘿，这一看就知道是谁，猜出来吗？你不觉得长得很像吗？艾润吧？为什么？是艾琳吗？不是，润，也不是。啊？你看，很古老的人。是，古老？对。啊？你自己？不是现在的人，不是，也不是我。不是啊？你们猜不出来？郑丹妮？也不像啊。是N3的，这还猜不出来？谁的耳朵这么大吗？陈丹溪。不，他叫子默默。哦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我照了他那版公式照还是什么的画的。你这个不像，你那个笑容就不像。他子默默实际都是这样笑的。没有，我是在画他露出牙的时候。因为他的牙很大颗，很可爱。好吧，来下一个吧。我吗？可以。一定要是我们队的吗？都可以，你爱画谁画谁，让大家猜猜呗。好。看一下哪个成员那么倒霉。要不你先画吧。你们有想法了吗？你有灵感吗？哦，倩倩画吧，倩倩画吧，好想看倩倩画。倩倩画画特别好看，是吧？倩倩是我们这从小就学画画的。嗨，帮你垫着。画谁呢？你们快点想想你们自己要画谁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了。他想好了，我们都猜到了。哇，这么粗的眉毛，这么大的嘴，他这不是眉毛，是眼，这是人，这吴雨霏，啊，这个很好猜吧？一个成员，不是吴雨霏吗？
是吗？不是啊，眼睛倒也没有那么小。不是啊，这笑起来很像你流氓吐的时候。睫毛很长，肯定不是我。正南丁。心没有。倩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从小学画画。我们是台上的吗？不是啊，我猜我们台上没有长这样。唐丽江，对啊，丽港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笑起来没眼睛。哦，她笑起来没眼睛。吴雨霏笑起来也没有啊。可是丽港嘴没有这么大呀。就是哦，她我本来想说她一个就是那个她一个表情包就可以代替她的啊。来下一个吧，小飞，你想好了吗？小飞想好了。来，小飞，我的肯定很明了。很明了吗？会是谁呢？我们吴雨霏啊，也是从小学画画学到大的。你画了个蛋呢。啊，他画了一个泡面头，还火柴般的身体。艾琳吗？好，怎么是我呢？是吗？就是你让短头，你让视频看看。这谁啊？这不容易猜出来吗？这个泡面头很像谢飞。这泡面头，你看他的身体。你说这是闹闹吗？不是，不是闹闹。张润啊。哦，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体很细，就跟这个一样。我猜。我猜。他太瘦了，就像两根杆子一样。拜。你那头还哎，你那头没必要画好吗？我就不看了，就看他身子就好。对啊，那画这个头来误导我们，真的是。你不画都火。他头有这么大吗？那你这么我知道该画谁了。嗯，那你来吧。我以为你的意思是都五五分。那你猜猜是谁？那我们台上真的可多了呢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！大家都不喜欢画刘海，都没有头发。你这没有头发，你画的是谁啊？有点过分。这是个尼姑吧？这哪尼不是？这腿好长。吴雨霏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你的大光明吧？因为对啊，他的大光明。他腿。那因为吴雨霏没有腰。要是我画头得放在这，额头有这么大。哦。因为我之前看你有一个，你第一次撩刘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额头怎么那么高。太可怕了，是个阿哥。我知道画谁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小心点，这是姐姐的本子，我明天要陪她一本。来吧，大家都是先画了个圈儿，大家都是个蛋。嗯啊，这是谁啊？我的妈呀！他怎么还把自己画笑了呢？发出了张润吗？啊，居然不是，这是什么呀？吴雨霏，怎么又是我？因为你老是这样，这是我吗？啊？啊，对啊，救救吴雨霏吧！救救吴雨霏！救救吴雨霏！我画的还是很传神的哈，是下一位，大家画工都好好，想到了吗？我想到了，你要画吗？好，我先画。姐姐在心疼她的本子，果然又是一个淡的开始。你这画的是个老头吧？周总，周总，像吧？像吧？像吧？对不起，我去掉前面半句话。哇，好英俊，应该是周总。是吗？对啊，就特别的惟妙惟肖，好英俊啊！天哪，你一定要超越他，从本质上。你画的真马虎呢。大家都从一个圈开始画的，真的，都从一个周总开始画的。为什么会画一个手呢？艾琳，这个，倩倩吗？艾琳，等你画完，我们就差不多用你那张纸开始贴脸了。就大概，这还寸头？大概是这样吧。看看，你看人家画的仔细，还有手和脚，还有三根手指，但是没脸啊。
三根手指和三根脚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动物？就他的、哦、我知道了，就是手跟脚一样大。是板凳吗？不是。这是你。啊！我都说了，你看没有？因为是我吗？因为我想，我刚开始就起错了，因为我重点在你的手，你的手和。脚都是肉肉，但是都小小的。你的腰特别细，嗯，哦、还画了重点。你好歹给我画五根手指，画了三根，三根脚趾。我本来想画叮当猫差不多那种的，叮当猫。我想画两个，画四个圈。你看，我觉得艾琳给我画的最神奇的是我的头发，炸毛，炸毛，我感觉像个寸头。你以前不就是啊？是，啊，我可以。嗯，我们要看下一个 MC 吗？对，现在纸都有了。你说贴脸那个吗？快点，哥，上班了。你是不是看的也想画了？我觉得可以直接开始。对，不是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规则。贴脸，来吧，繁纸。台下突然有动静了，刚刚很安静，现在开始。台下做表的都不做了呢。贴脸传纸掉了的，抱对方深蹲三下。抱对方深蹲三下。怎么抱、啊、是公主抱然后深蹲三下吗？嗯，我的天哪、啊、我的天哪，我觉得他们想的惩罚都很狠啊。对，贴脸传纸怎么贴，怎么传，然后、哦、就是贴着脸然后从那边跑到那边、啊、哦，好了吗？就是我们就从那边开始，然后跑一圈跑到那个侧台，就是两个人贴着脸、哦、贴着一张纸、哦、就不能让纸掉，如果掉的话就你们就自己惩罚、哦、好。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？拿纸。太远了吧，有点。那就拿这张周总，用周总，用周总。我们要贴周总的脸。你居然敢贴？为什么不敢贴呢？这么大的流量、我先把纸。那我们是个单数组合哎。我是裁判。那边你又裁判。你有裁判，你不可以。那我们没事，我们就这样轮过来呗，轮过来呗。你们先啊，那我们要去那边是吧？对，你们去。太远了吧，这也。从那儿跑到那就从那个就从那里，然后跑到那边去。要好好的对待，你要记住，你们俩中间是周总。那我们给他腾出一条道来。我们要走到零吗？差不多走到那边、走到那边，别掉了、哦、别掉，那个是周总的脸，周总、啊、你们要是掉了就爆了、哦、哎，先让你们试一下吧，先试一下，对，试一下，你们要是掉了你们就抱着老虎深蹲、啊、加油加油，好美好美，你们可以的。薇飞鞋带掉了，薇飞真的掉了，鞋带重要还是周总重要？薇飞你看看，周总重要。他俩特别像那种，这样好简单，我觉得背对啊，好像很简单，好简单啊，太简单了，跑起来，怎么这么简单啊？不能走，要跑起来，这太简单了吧。你们俩在散，看起来在散步。哇，怎么你看简单吗？还是好简单，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简单啊？还有什么难度？看他们俩试完之后就不想玩了是吧？太简单了。对，太简单了。我们加个难度。你好矮哦。怎么办？哦，你们俩有难度。我们身高不适合。把你抱着跑，来吧。好。哦。好难哦，我们比较难，我们是全场最难。哇。哇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啊、哦，好累啊！他没有掉，他没有掉，还在我脸上。这唯一一组把比赛跟惩罚一起做的人。辛苦了，没事、嗯。接下来应该是轮到你抱着他走。对。哦。按流程的话，不是。风水的流转。没有。没有了，不要了。没那么复，没那么累，没那么那个。嗯。那来吧，那你跟谁呢？你跟他吧先。那你们俩先吧。那我们撕成两半，三个人呢？哇、哦、可以可以，哇哇、哦、三个人贴难度哎，哇，给我们增加，你们自己要找死的。
不怪我们的，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周总，对不起，要把你撕了。手撕周总，他撕的好对称，正好从中间劈他的，像这样。哦，你们我看到了，上面有我们的粉底。来，大家补一补粉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哎，是不是把麦给他们一下？麦不要了吗？我们刚刚是拿着麦来的，为啥不影响呀？好，哎，你要抱我们俩？哇哟！哇哇！真的吗？为什么会想到左手一只？啊？那我来当胖娃娃。你真的做好这个决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了吗？对啊，牺牲两只手呢。真的这个游戏太简单了。真的要抱吗？我有点想象不出话。哇，你们现在三个人像连体。哎呦，我有点不平衡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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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脚着地的抱啊。老虎走上了幸福的道路，左拥右抱。哇，原来好厉害啊！艾琳上面拖过去的，天哪，好厉害！我脚都想抬起来了，你说是这种抱呀？天哪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是吧？好努力，都是粉底。我们看下来，没事，我们现在下去补妆了。我们 MC 还有人有伸出吗？有，就剩我了。好嘞，我的伸